Hello， 我是彤彤。哎，彤彤，听说你去泰国回来，哎，晒得那么黑，你去那里干嘛？我去抓了一个能唱能跳能演还能吃能睡的帅哥回来。难道是最近又拍电影又拍专辑录唱了很多歌曲的泰国型男李易欣？没错，你好聪明哦，欢迎大家来到李易欣的 I love to eat and sleep 的专辑签唱会。是的，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这泰国歌手李易欣之外呢，他还非常有诚意，他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他代言的东洋料，来拍手给你们。我最爱的东洋料哦，靓仔嘛，所以要怎样送给他们呢？好，那我们就会跟你们玩一个小游戏哈。来，我们当我们喊伊伊西的时候呢，你们来喊萨瓦迪卡，伊伊西，萨瓦迪卡，准备啊，三二一，伊伊西，伊伊西。来，你听到没？我就这边，哎，怎么英文准？那我听，我英文准的，放心。对不起，很好，来，要不要来？打到人家的头了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，待会你过来。好，我们来欢迎伊伊西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伊伊西，萨瓦迪卡。是，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泰国型男，你看笑容多么的灿烂，多么的阳光可爱啊！好，睡静静，睡妈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先让。我们先让伊伊西来介绍一下他的新专辑，也要跟在场所有的粉丝们来打个招呼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 ไม่รู้ของสิเล็บคำคุณหลง เข้าใจไหมครับ好了，这一次伊伊西的专辑 I Love to Sleep and Eat 呢，请问你有多爱睡，多和多爱吃呢？ไม่รู้สองคำเผาเผ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好，他的意思是说呢，他每天早上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，吃完之后就是继续睡，对不对 ？No。我需要一个翻译，他会脱词。不可以乱翻译。好吧。We know that Yi Yi Si really love to eat and sleep. So what's the concept about this album?Oh, England, I know. Luckily, you know. Constantin, I sing to all together, all somebody. I like to eat and sleep and hope you feel so fine. I always think that. 马上就即兴来一段了。对。那请问你这次的这个主打歌曲《我爱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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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》，你是在吃早餐、午餐、晚餐还是宵夜的时候想到的呢？No, I like satay. Satay, จริงๆอร่อยจริงๆครับ Wow, ถ้าหาไอชิซาเตะ那沙爹配冬阴 good. No. No good. Oh, 那大家真的回家自己煮冬阴，不要配沙爹。沙爹配咖喱卡。Wow, 好，那这次也许要为大家带来你的主打歌曲一下呢。我爱吃爱吃爱吃。Yeah, you want to show your show a song? I like to eat to our audience. Just now I show already. I have another. อยากได้ที่รู้ว่าฉันกี่เธอตาที่สูงอยากได้ที่รู้ว่าฉันกี่รักเธอที่สูง好，已经说了，如果你要再听更多的话，没有了，要的话就买专辑。好，专辑柜台就在这里，大家赶快来买伊伊西的最新专辑哦。是的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再次的谢谢伊伊西。哇 ，Thank you！ 啊，多谢晒，我哋嘅泰国嘉宾 ，Thank you。